判读。我们保时捷会亮，你那个不会亮，换回来。不行，我要加油。吓一跳，差点喷出去。不能讲笑话啊。看到熊熊了，它怎么那么慢？都坏掉了。可是我靠，老毛就追上来了。我进站了，修车了。
么啊？小学南极啊？有南极。是谁？我们的俄罗斯同学是在退赛啊！我怎么刚看到那群路边不动？前面不够是吧？重新再抄一遍吧。我靠！他妈妈叫我叫很笑。干啥？这耳朵痒痒的。我停在旁边的就是他。哎呀。等等，重新再抄一次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。我本来还以为你懂很没人性，现在才发现是真正的恶魔。啊！掉啦！不会吧？我放弃了你，逃兵。我已经很早停路边了，你们看路边那台是我。哪一个路边啊？你都跑比我快了，你还跑去睡觉？我不是在路边等你了吗？结果你就这么无心走了，那我只能睡觉起来。你又没有举手。好吧，下次我会开窗去攻击。我突然知道你懂了，怎么回事？动讲笑话啊，不要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两会儿，两会儿，开不动了，太累了，小鹿让你过，让你过，好，我还没进站呢，我都还没进站呢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用硬胎对不对？我用中性胎而已的。老毛子真的是在等我们，等我过了又来了，我操！你妹妹，不该这样子玩的呀。老毛子竟然这种方式来吃辱我。而且我油还够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他是去年你懂的秘密。超过了！我靠，迪士尼524亿收购2017的福克斯，哎，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好几天前。是啊，你懂吗？这轮胎不太行。我还有油，可是我轮胎也不行的。我全黄了。我变红的哎、欸，我整个是红的、欸，我红的好嗨哦！会爆胎吗？会，爆胎就变黑色了。那我可以叫救道路救援吗？赶快来救我！我问你，在维修室等你。你好有钱啊！你也是金主啊！对啊，像我这种傻逼肯定不傻。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
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